消失是否成挥之不去，是最初最初的遇见。往上压上你的剪影，流转在眼眸之间，若即我煎熬一生和声，你倾城火焰。你遇见世界看惯多少次弦月，却有缘鸿雁飞去，捎给你百转千回的缘。一世落叶纷纷，忍不住双眼泪满襟，此去不语已沧海桑田。真情磨了我，却已来不及轻抚你柔情，苍穹聚散泪湿了谁的纱，但坚信漫天狼烟覆过繁华，我煎熬都还留过音乐隐隐的风情。今后没影再续前了。我刚收到师傅的密令，师傅说既然找不到，那就让他们来找我们。啊，上官掌门果然深谋远虑啊，什么都想好了。师傅让我们先回去，准备进入圣地的事宜。要不你明天还是不要去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明月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你个小丫头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呢。明月姑娘，究竟怎么才能到达斗魂圣地呢？简单来说，想要到达斗魂圣地，必须通过圣地前面的三个秘境。通过三个秘境，怕是不简单吧？那是自然，三个秘境都别有洞天，各有不同。而且想要通过秘境，就必须得到秘境的领主认可才行。领主？秘境里边难道还有人居住？领主就是每个秘境的主人，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了，地图是这样记载的。等一下，怎么越来越热了？对啊，你该不会带我们进火炉吧？好烫啊。这就是第一个秘境，叫烈火圣域，所以越到里面就会越热，我们释放灵力护体吧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危险，还请明月姑娘将后面的情况全数告知吧。虽说我记得路线，但我也是第一次进来，后面有什么变化我也不知道，只能走到哪儿说到哪儿。我并没有在跟你商量。行了，多大点事儿啊。算了吧，上官掌门，我们时间有限，那请明月姑娘继续带路吧。不是有领主吗？怎么没见到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地图上明明有写呀。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？再找找看吧。明月姑娘，这就到了吗？没错，
应该是这附近了。不会吧，这里除了火和石头也没有什么呀。还有你们说的领主呢？可能年代久远，已经死了吧。哼，死没死不好说，斗魂圣地本没有活物，所谓的领主也是灵气自发形成的。上官掌门自己都知道，又何必问我们？这里没有领主，你们确定没有带错路吗？我应该没记错呀，领主怎么不出现呢？你们看，这浑身冒火，应该是烈焰领主了。不是不想浪费时间吗？鹬蚌相争，我们伺机再出手，不是更省事吗？小心！带人追。是。六儿，明月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走，快走！站住，别走！之前的路口有天宗门的人在把守，应该是上官建元安排的后手吧。我们走过一个路口，他就留人在那守着。六儿，我不是让你看着婆婆吗？你怎么跟来了？我就是担心你，所以跟着来看看。那婆婆呢？她没事，小曼在呢。那就好，也不知道山峰他们怎么样了。要不我们先到约好的地方看看吧。走。哎，明月姐，走这边比较近，我也记得一些路。好吧，走这边。站住，别走。多谢你了，山峰。我一定要亲手掐死上官建元。你们要谢就谢明月吧，是他的计划。可能还要谢谢司徒卓阳。谢他干嘛？嘘。之前谈判的时候成交。帮你们的，你们就这样相信了？对啊，太草率了吧！不管信不信，都得试一下。他倒是看准了时机，帮我们牵制了上官建元。那还真得谢谢他呀！哪知道他安什么心啊？先别管他了，明月他们呢？是小曼和婆婆。婆婆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明月呢？她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还有六儿说去找她，转头就跑了。
们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都先别急，也许他们就在来的路上。是啊，我们再等等吧。既然毫无弱点，那就直接打垮你。灵界人，你退下吧。师姐。嗯。你来的不是时候。我以为时间刚好。实在不巧，晚了一步。那就没办法了。识相点，跟我们走。你注意看准机会，趁机先溜。嗯。趁机逃走。来帮你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等不到你们，我就找过来了。其他人呢？他们都在约好的地方，很安全。那我们赶紧过去吧。嗯，好。这领主防御很高啊，一起上吧。少掌门，好计谋啊！上官掌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刚才为什么不拦住他们？我这不是怕你敌不过这家伙吗？我留下来给你搭把手，还怪我喽？你刚才特意不出手，不就是为了给他们制造机会吗？你是说我帮他们逃走的？上官掌门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合作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跟灵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招就解决了，上官剑元究竟隐藏了多少实力？难道是？
哪儿啊？